人间仙子。真是了个帅哥。哎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振廷。Hello。这一次为什么会选魔方当做一个面具？我希望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。对，你在面具里面唱歌什么感觉啊？我感觉我用不上力，可能我动作比较大。感觉你那个好像特别重，容易前后仰。对，哎呦，上次回去这边全紫掉，就肩膀这边、啊。对对对，特别特别重。天哪，我们那个面具用的是实木做的还是铁做的？那么质量特别好，戴面具起到了刮痧的作用。你什么时候发觉自己会唱歌的？因为它是以舞蹈为主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心态嘛，就在一年前其实找过我一次，当时我觉得他是骗子。哦。然后后来又遇到了一次，然后我说要不然去试一试看。缘分到了。对对对。到你家里来找你，你顺便让他洗了个脚，看他爱不爱干净。看大家是不是同道中人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现在接了面，想不想跳一小段 freestyle？ 可以抒发你现在的心情。这个鞋子和这个服装可能让你的动作肢体不会那么的洒脱啊。不，最大的重点是啊，跳舞的人脸上的表情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好，来，帅！朱正廷其实是很全面，他不光唱歌跳舞，对，他还其实演戏，马上就有新戏要上映了。对对对，大年初一，希望大家就是去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全能艺人啊，期待看到你更多不一样的一面。谢谢。如此有魅力的，像漫画戏一样的王子的少年，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上面，给我们带来如此有光芒的表演。好。谢谢朱正廷，也期待朱正廷在不一样的屏幕和舞台之上更加耀眼的绽放和表现。谢谢各位老师。